故我，寂寞的灵魂。寂寞的灵魂，怎么会聊天？怎么会聊天？等一下，你在耳朵红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灵魂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Kara， 你们两个是？我们是朋友，朋友认识的，对。哦，朋友，朋友认识的，怎么会认识呢？不小心认识的。怎么不小心？好像很不幸的感觉。啊、你是什么？那你原本是什么工作？对、啊、哦，我的工作是手机维修工程师。他超酷的。维修手机啊？对。而且交他的朋友超棒的，就是我们大家一群人去吃饭，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人帮我们大家修手机，就是。啊、有才华的女生是最美的，对，而你今天认真做事，今天挑战的对手又弱，嗯，对不对？哪有弱？柿子挑软的吃。对对对，来，我们要展现女人味，一秒电到喜欢的男生，比如说这位，好吧？一秒电到他，来来来，天啦，先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闻到腥味，对，没错，我是有腥味的，我很有腥味，但闻到了一股寂寞的灵魂，寂寞的灵魂，怎么会聊天？怎么会聊天？等一下，你在耳朵红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灵魂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你会不会回应人家？人家有那要做动嘛？寂寞的灵魂，试一试，看看。哦，快电到了。哦，又在闻，小姐怎么了？我闻到了一股赛味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撇了一个风。撇风哥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知青，知青，知青，哦，这个一秒钟电到喜欢的男生，预备 ，Action！电到太电太恐怖了，塞了一次就记得了，记得打不相识嘛，给塞了，现在电到一。之后呢，就跟我哥的感情没有到这么的好，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有差一定的岁数，所以我就想说不行。那这样子我要想办法在生活中讨好他，然后我就会一直烦他什么的，可是他就觉得我就是很烦啊，就是小朋友一直跟在他旁边，对。然后呢，后来有一次我想说，哦，他很认真念书，然后以前就流行那个英汉词典嘛，对，那个很贵很高级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他在用，对，然后想说啊，他等一下要去补习，所以我就要给他一点就是傻逼鼠，就要帮他做一点事情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太好了，他就补习了，我就偷偷的去拿他的英汉词典啊。为什么有人在调情啊？没有，好，我继续。然后呢？你乱了，你不要吵啊。然后呢？我就偷拿那个英汉词典，我就开始要帮他包膜，对，然后我就拿了白胶开始涂他的荧幕，然后慢慢的涂一格一格，然后这样子画画画画画，然后我想说白胶干了之后变透明了嘛，就包膜，结果他一回来，他气死了，因为英汉词典坏掉了，然后我爸也快气死了，好了。好，太扯了！太扯了！什么？啊，我不要了！我不要了！是什么？你自己给搞加这个，对，好，来了来了，预备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
计这个惩罚。对啊，很棒很棒，加薪加薪。对，你需要拉拉队的应援吗？哎呦，好，对对对对，还帮我加。哦，哎，这还痛哎！我刚以为你们做效果哎。啊，等一下，这真的痛哎。这个真的。好，我应援，我应援，我应援哦。来，你应援。开始，这个跳不起来哎！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原地好了，好。后嘿后嘿后嘿。你是走那种增肌消脂呢，还是哪一种？对，增肌减脂，然后线条跟伸展是我的专长。哦，曲线的。对，因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。舞蹈很真实的感觉。那你可以长侧面给我们大家看一下。侧面吗？哇塞！哇，这个有啊，巧会拍，懂拍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曲线非常的漂亮。来来来，请看照片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个木头，这个是狐狸，狐狸很好用，对，狐狸，然后那个是 viper， viper， 这都是我上课都会用，对，属于比较多功能的训练。张一东，你很适合这个动作，狐狸，对，这个动作很棒，对，减脂，减脂非常有效果，然后线条的部分，这个做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帅度增加20000倍，真的。平常拿着那个，对，所以不是拿公事包，是拿狐狸。请问你在哪里教学？我在板桥府中的窝菌。哦，对，我在窝菌，板桥，对，板桥府中店。但是很多人从台中、桃园来上你的课啊。对，就是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从桃园专程来找我上课。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就对我很支持。哦，对，慕名而来，就比较信任我吧，因为他可能不习惯别的教练，然后习惯我教他的方法，这样。那他一定喜欢的，嗯，对呀，谁这么你有教过那种就是哦，跟其实跟健身是搭不上的那种。从来没有健身过的那种，就比如说很胖很胖啊，或者是有就是有一个学生刚来找我的时候，他体脂肪将近将近快30%，哦，那很高，30%，对，30%，还好是张一中28，这么近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找我训练了一年后，大概半年之后就开始有点变，然后一年后，现在的体脂肪率已经降到12%，12%，对啊，不过因为他真的前面很认真的在增肌，